开幕典礼由台湾省总工会理事长吴碧恩主持，他希望全省劳工在政府加速推行九项建设的第一年中，要群策群力，奋发有为，发挥生产战斗的力量，协助政府加速经济建设。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也在典礼中致辞，他首先对近年来劳工们支持政府繁荣社会、促进国家的安定表示感谢，他并且勉励他们要研究发展，以智慧争取胜利。大会将在下午宣举领件事以后闭幕。